替我弄一二一。哎，跟着上，跟着上。我今天这个嘞，今天今儿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这个嘞。我今天这个，你一会儿向后，一会儿向左，向右，把我都看晕了。哎，你得看死了，你得谁长得好看，比你颜值。啊，站着。哦，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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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在第一个说，第一个叫什么？第一个我骂你，你看看，你说。你说，再说头发。先说头发。一个多。啊，头发。一说，头发亮的不一说你光，又光满面我这。但是这是出名的人，但是你是魏族老百姓老姨，邓太老姨，是，你是老板，朱老板，啊，郭家妈是汽车老板，啊，花家妈妈跟江头的也是个小朱老板，他是啥时候盖不了你？哦，对，啥时候炒不了石头？他的，他永远就在你后边。哦，他不是，永远你是第一，他是第二，他永远是提拔的。啥时候？我希望他往后也得做大点儿。我说这个行业不好做，我得有资本，我资本不沾啊。是，看死你的，看压死你的，压死不来掉，这样谁都行。掉的好看，不得的人啊，不得的人，慢慢也能当小老板。小老板看着都变烂了，小老板变烂了，都是大老板，是吧？是的呀，是的呀，这看着挺大气的，是，那俺成这份了。不是，这谁谁长子？是你的谁气质好哎？谁气质好？哦，形象吧，我这一看都看出来了。谁比你形象也好？哦，对，气质啊，气质谁比你气质好？气质也得输给我。你看你几个穿来看，我不是拿被子拿衣裳了，放多久了？知道你穿的黑衣裳。三六幺七。3618，嗯，一身名牌，戴帽了，就是配这个银子不沾光。你不得穿好鞋的好多脚，哦，穿好鞋的好多脚，戴手表嘛，好嘛，够不？我头发也好戴嘛，我头发也经常戴嘛，是的。听不见还得戴耳机啊！哎，你说你说你，一根根不连，颜值不连，气质不连，要训练你这么走，我咋办呀？你有下问题是吧？啊，说你说，提步走，提步走，一二一，小后转。Go!
向左转，向左转，向后转。